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地业话。我们先来看看通胜，看看今个星期有什么要留意。大家打开通胜，通常都会见到宜安葬、成服等等的字眼。安葬即是落葬的意思，而成服就是上丧服的意思。以前整个葬礼仪式都比现在复杂，由此可以见到古人对去世先人的尊敬以及有几咁重视。去到星期四、五日都适宜安床，安床即是移动床的位置，或者可以放置新床。大家可以趁住呢几日改动下床的位置，话不定会有新气象出现。最后提提大家，3月17日星期日在雁界街游乐场会举行己亥年香港道教日2019祈福大巡游，正午12点开始举行典礼，之后队伍会在中午1点由雁界街游乐场出发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今集的天地热话同大家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星期再见。